爱高兴啊！高兴你做来啊？那又没做什么事情？你一定要跟你娘去摸太摸色啦哈！放屁啊！因你阿哥呢哈？阿公，伊那又摸太摸色喏，只不过他暗地会出来练功夫听听。拜托一下，你看上款嘞，跳绳堂堂的所在是功法暗用啊哈！你输伊啊，马上功夫变啊，喊他跳。嘿，你自家答案是啦，阿妈让你讲完道理啦。阿公。不是很高的嘛啊，你舒服的嘛？蛮舒服呐，今天还给买了青衣哦，是有青春药的事情让你讲哦。青春药的事情？错哦。蛮该青春药的事情哦。哎、你要姜子的嘛哈？哎，按久啊哈？蛮有那边，你那边姜哦。哟，蛮该事情哦。平常时你讲话爱用啊，心思口快，今日讲话无腔，用吞吞吐吐啊哈。讲出你会讲的哦。当然爱讲啊。哎呦，你是有糖咯。阮的双手，自细来你来牵。今天我有话，我是要来对你讲，我的成功。干嘛？讲啊，干嘛呢？好我面中一时又带爱，那小妹实在是少奇怪，你为何一日变那是红腮腮？老板，到底你是为阿啥代啊？阿公哎，有话直讲，来尽管说出来。好我一时心肝来纪念你，不为你头壳是无问题啊，没有问题。哪会讲出这款的话题？你来生来是亲兄妹，恶言乱语是他。不会，只怪大兄你实在是太严重了。我的心肝是为你乱糟糟，你我非是千世的姐妹，一心一意我甲你来困港头。我就袂烧袂你一个，这款的话题对伊也打碎。你再讲起，就无怪我生气来家己说。不想甲你来分离。老妈呀，阿公，过来关心我哈，拜托啊，俺阿哥嘞，你应该老妈嘞，哎，你自细听啊多胎，嘛该唔黑，俺唔黑，阿爸个亲生子。错，是公面前三行言都做了耶。好嘞啦，你气狂个毛啊哈，正经听啦有问题啦哈。啊！前面个突然个看先生啊！啊！有个事情要敢讲啊！俺是相信，俺俩冇话别讲哦。你那是冇相信个，嘿！阿爸出来问过呐。是。你问啊！我你问啊！在堂间，在堂间啊！
阿爸。阿爸，阿爸。哦，哪个事情啊？你妹妹谁谁？嘿，你还叫电话帮忙喊阿妈？哪个事情啊？从有事情爱问你，阿爸，听到你有讲啊，阿哥妹个，你亲生的什么？哪有安样的事情啊？哪有可能啊？妈耶啊！反做的乱说，那个话做唔得乱讲诶。错啊，有听到无？阿爸是无生意的啊哈。阿爸以后诶嘛，听到啊，挨到一年失败的时间，你七家都了要经验经验经验，营养都全部挨就有听到，妈一点无生意呢，挨到有听到嘛？挨到讲有，挨有听到。那应该是讲有诶哦。有嘛？骗死你！这个牛还没骗你啊！那有可能哦，阿爸，都在事情用扮演哦。阿爸，慢讲哦，你还没公司包哦，那是你讲你死的事情，我不演龙王割舌头哦。哦，那个死猫呀，这是坏心来啦！正经的没讲出来啦！天台呀！阿爸，事情都在用扮演哦。其实不瞒你讲，是扮演钱，你这些天台神不爱念多准来，哎呀，孙长老伊安命安到五天台。你身上还有一片心物，就系你娘吹风机嘛？来看进来。那么骗你哦，阿爸讲的哦。一片吹风机。来看到你娘吹风机。吹风机爱上面的了解，今日爱买你个亲生子，十八年前天台山下拢爱念到出来，爱天台山上就一个故意，父亲，今日第一下个神色咯，多谢你十八年那个拥有之恩，我为了好好报答你啊！错，天台，你下你已经念个神分了。不过，恁答应阿爸最后的心愿么？阿爸，嘛该系你最后的心愿呢？就系你讲，唔太就不肿瘤。天台的阿爸的身边啊，当友好，真乖卡。男太爱当婚，唔太爱当家。不敌天台，做得答应阿爸，就用个老母的四配婚礼么？哦阿公，阿爸就用讲诶，很爱拖老麦，错做唔得啦。父亲，家老人四世多胎，自有血脉感情，但有男女之间的朋友，俺无可能答应啦。阿爸，讲讲啦，老人讲好快啦。天台，难道你阿爸亲口的心愿，你唔答应无？阿爸，你莫讲你最后的心愿好无？阿勇爱当小李，你知无？用阿勇阿爸，你阿勇讲个意思好像讲你咧死的呢，唔系啦。一点咪呀，还无阿勇讲。你想要个心愿？那是我天台个神事已经定了，你个神明个时间要动手。系啊。哈好啦，父亲啊，爹你就阿勇讲的，不等你个年轻人来透露，咪唔怕啦。
好啦，既然你下六十斤银，银多十九多。好啦，六十斤银准备一碗粉拜同吧。太假了。对啊。阿公，小弟还有拜门羹呢。行啦。